防暑降温的正确打开方式。三伏天才刚开始，人人都烤成了三分熟，全国大部分地区陆续开启火炉模式，考验你的时候到了。防晒和补水是对付高温大魔王的两大神器，南方比北方更闷热，出汗更多，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呀。盼了一年的暑假总算来了，再热也要嗨起来。记住，出门游玩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长时间，子月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，休息时找个阴凉处，全副武装避开一天里最热的时间一般就没问题。可是万一当天气温飙到了40度，那还是躺在屋里续命要紧。开车出门也别掉以轻心，这些措施一起上。开车用的墨镜一定要选偏光的，防晒又安全。工作需要必须在户外，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。穿透气吸汗的衣服能帮助身体散热，就算不渴也要随时适量喝水，当然也别一次喝太多，容易降低体内的盐分，出现呕吐、肌肉抽搐等症状。高温天气总想抱着空调不撒手，但温度别调太低，也别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，否则容易患上空调病。出现这些症状，哎呀，那就是中暑了，赶快到阴凉处休息，吃些防暑降温药，如果 hold 不住了，那就赶紧去医院吧。高温天气这几类人群要格外小心，普通人夏季也需要规律作息，适当运动，吃得好，睡得香，身体棒，这才是应对高温的正确打开方式啊，同学们。别走开，片尾有彩蛋哦。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口服补盐液的制作方法。先将水中加入少量的盐和砂糖，然后搅拌，直至液体呈现透明状态，再加入柠檬汁就完成了。一般来说，一个小时内喝2杯左右这样的补盐液，就可以预防或缓解脱水症状。想第一时间看到这么多有趣的视频，就快点击订阅按钮，订阅视知官方频道。